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爸，我是乔乔，我是乔妈，是萱萱。今天要去露营，所以就是带了很多装备。大家看一下，很乱呢。你看我们这里，我一堆东西，然后还有后面。我们在露营用品店啊，我们就是先去看个露营用品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灯条，要补充一下装备。好，我们 go go。多东西，一个灯泡，一个灯，可以摆灯，然后还有个蚊香，蚊香好，再一个灯条。帐篷搭好啦，啊，记录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，我们已经搭好了，这是充气床垫，刚去迪卡侬买的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新的哦，然后我们用一个床套把它用着，就很舒适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小房间。刚好没人，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录音区的那个厕所。这录音区还蛮新的，看一下厕所，一间两间，然后还有。淋浴间，两间，这里还有个小便，还不错。开箱啊，焚火台，有三角形，搞一只鸡。中间的没有，他那是专用盘的，我不要不要的。帮小孩吹头发。耶、yeah, 哈！有人给他吃点。哈哈，刚洗完澡了，我们现在在帐篷里面吹头发。耶、yeah, ，好强！在烤肉，烤肉可爱。烤这个，弄那个迪士尼的面糕，跟屋子，然后气氛还不错，看着舒服。重新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气温美败了，还不错，气氛不错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？游戏拜拜，开心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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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早安，萱萱还没起床，乔乔还在睡觉。现在是早上七点，乔妈回来。我们来做松饼，这是我们做的松饼，很 Q 吧？早餐，这是我们的早餐松饼，等一下要煮其他的东西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很漂亮吧？成功，刚我有不成功的，超伟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烤的，超伟大！嗨，超仙，你醒了啊！你醒了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超仙醒了啦！哎呀，醒来了！你第一次出来露营哎，第一次露营哎，你有没有睡饱？嗯嗯嗯。帐篷超小的，这是迪卡侬的三人帐，然后我们的露营区，真的哦，我们的帐篷太小了，对不对？下次换大一点。还是刚刚好睡。真的哦，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准备要收一收了，收一收就要回去了，还是很乱。我们有收一点点过去了。
啊，你没有脱鞋子。但是我是真汗。真的。先晒一下帐篷。